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翻到嚟呢一只嘅 Pokemon 嘅改版啦，高级版嘅。咁今次翻到嚟咧就继续剧情啦。上次讲到咧，我哋有只嘅超强劲嘅土台龟啦。咁依家基本上都非常之强劲啊！你见到51力，因为我主力升佢啦，依家啊，因为我而家冇學習装置，所以我升唔到其他啦。咁日后迟啲要打咩四天王啊，或者打啲咩冠军训练家嘅话咧，咁我到时再一只一只换或者再练啦，系啦。OK。咁不过就当然就冇咁快啦，但系冇办法啦，我啲咁懒唔草图鉴嘅人啦，当然就比较上系麻烦少少嘅。诶、欸，呢应该都系水系啦，睇下先。好，咁今集咧就应该要到过呢个岩山隧道嘅，系啦。咁我因为太赖乖就冇翻去拎闪光啦。咁到期时，哇，咩事啊？反拳功啊？什么回事啊？佢一下打死我，唔系反完攻冇可能打死我。呢只雷雀，云雾，喂雨妻，诶、欸，哇，瞓觉，雨毛毛，又系云雾，飞针，毒弹靓波，我真系好排，之后排打，哇顶，你做大爆炸咩好嘢？哇！回血一嘢咬死佢，哇！挖回血，哇！好波，等啲输俾佢。呢招咩嘅啊？九十，呢招系虚张声势，虚张声势唔要啦，缓重啲，李家超，哎，正呢只，哇！好快过去 ，focus 聚气，毒弹 GG， 准备要挂柴咯。先 double tick 啊！哇 ，RJ 一样，唉，又俾咗7000几蚊出去，俾1800蚊出去，好在我大把钱啫，67000蚊，嗯，够晒多啦。咁啊，上次呢一个位置就入唔到啦，唔知点解，唔知系咩原因，系佢未整好啊，定还是系有啲咩问题咧？我就唔清楚啦。有机会系未整好咯，我自己觉得。阴谋。呢只系诅咒，冇啦，就用咬，冇办法。靓波，哇神速！哎哟，呢只系流纹熊猫，都几烦佢流纹熊猫，整到麻痹。哎呀，嚟到啦，已经即刻。呢有啲咩特别啊？佢就话所有属性都有呢个强弱分别啦，即系黑属性之类啦。佢就系咩博士嚟嘅，我会俾一啲奖励你嘅，咩 stone 啊佢话，你净系捉我17只，你需要20只佢先会俾不变之石啊呢、這个应该，我唔记得个英文系不变之石 ，follow me 啊，仲唔系小刺蛋、啊、，follow me 系跟我来，好嚟啦，我哋嚟到呢一度，我暂时望一望而家喺边先。呢、這个拍铁埋场，咁即系中间应该有条路啊过去。水位死啦！呢、這个啊，我见到啦。咦，有怪打嘅烟，哇，有趣，好似越多新怪啊，越多新宠睇到啊，几好啊！哎，格斗系呢一睇字，飞行格斗，睇咗一身嘅装扮就知道啦。死啦！而家唔知道自己喺边添。我先望一望啊，因为我而家开紧个图，开紧个图睇，因为我啲懒人唔想去直面，咦落咗下一层，嗯，好特别啊啲样，哇又有怪，哇神兽，哦系，哦飞，啱啱先醒起，我唔记得啊完全，高音啊，哇顶石化弓，哇顶飞行技。走一走先，李家超，都系高音佢牛仔咁串嘅呢个，系啊，其实都几难。哇，虽然话就话我有行咗好多次啦，哇草系，哇草系可以睡眠咯，点解？佢系用咗草粉啊，冇记错。佢系用诶催眠，系啊，瞓觉粉啊嘛。定系佢另一隻？喂，我捉咗佢先呢只，我想睇下佢之技喎。哇！啊唔系喎，黐线训练界，我唔记得咗。我嚟打怪，
原来冇晒精灵球啱先发现，波都好嘅，尽早发现，费事麻烦。唔知边个望过嚟？哇，佢快过我，点解啊？头先大镬，转一转重先，转一啲死啊！大佬，高音怪，唔好死住得咪先。诶，未死，搞掂靓波。 慢慢行先啦，好危险啊！依家个情况好危险，呢只妖精咧好鬼麻烦，佢嗰啲突防劲高嗰啲嘢，但系唔紧要啊，我哋唯有重新嚟过咯。呢度又有怪打喎，呢度有人要打应该系嘛？好，哇！呢一睇一支岩石系，唔使问，唔使问都知系岩石系啊！呢个地震都好少，要震佢啦，再震佢，哇！忍者蛙都有佢度。 哇！呢三个有名嘅，呢三只地鼠，我记得睇日月版咧，佢呢三只都有名，仲唔知咩参加啲咩表演赛添。哇！呢只嘢都烦，一下咬唔死啦，你见到呢只狮子，地下，希望唔好好多怪啦。哇！系鲨鱼咁，真系鲨啊！哦 搞掂，追出到嚟啦！哇，唔好啊，冇输啊，顶埋落嚟，唔该你，比加超，博士比加超，博士比加超咪超能力嘅啫，呢个好似要打嘅，我记得。哦，终于嚟到啦，真系行到远到咧呢条路。好，嚟到紫渊镇，我哋即刻买精灵球啦，唔好谂啦。相信个鬼塔应该都有好多有趣嘅东西。好。 OK，咁啊，然之后买呢一个嘅银喷雾啦，因为我发现银喷雾都有用嘅。而家身上精灵球数量有50000个够足啦，除非系啲真系捉唔到啊，完全掂都掂唔到嘅，先冇可能捉到嘅。如果唔系，理论上都捉到嘅，50个。即系譬如嗰啲主角重唔知点解捉唔到啦，一开头。咁只要我有主角有大师球，我就翻去捉啦。哇，呢个系风暴，叶印风暴。 用咗妄想，冥想，妄想几好喎呢个字都，妄想呢个系咩技啊？其实我哋可以整一啲咩 Pokemon 技能，大家自己拣一啲，大家自己谂一啲自己想要嘅技能啊，几好啊呢、這个，即系可能就系头先其他个妄想，即系可能系加。 应该系减1攻，跟住加唔知3防嗰啲咧，咩妄想啊嘛，令佢觉得以为哦，我系随世界最强嘅，跟住点知原来减咗1攻，系啦，或者随机减，系啦，随机加防，可能加2攻，或者可能减1防，呢个就睇自己嘅运气，妄想呢个真系，啊妄想技能，几犀利啊！呢个漂浮呢嘢，好。 之后仲有一个去草系道馆，系啦，草系道馆咧，哇，什么东西？草系道馆啊呢度，然之后我要做嘅，睇下先，火箭兵团基地，草系道馆，打草系道馆先啦，相信就唔会系草系道馆咁简单噶啦，我谂嚟啦，即刻开波，全部打晒啦，唔使问啦，哇，火系嚟喎，师傅，想呃我，好，过嚟啦。 紧鬼，啲水系唔多一招秒啦。对于我嚟讲，对于差唔多60level，我哇毒刺吓咬唔，哇咁猛正嘅只，哇咬唔死添，仲食屎啊！不过唔紧要，佢都会死俾我，因为佢唔够我快，因为佢减咗自己速度。嗰只嘢系草格斗啊！ 我唔系好记得呢只嘢嗰个特性，那个属性。好呢度，好，有时都会忘记一啲精灵嘅属性，突然之间减咗个攻我有，信号光速 signal beam 呢只应该系漂浮咁样咬咬佢啦，睇个样似系漂浮，哇逃命！ 我见到佢有个影子黐埋，我知一定系同名。唉，好烦，有少少几烦。
咩同命？同命呢啲简直系神技嚟嘅，真系。只要对方谂唔到嘅话咧，佢就会同命打死人。哇！呢只咪穿着红，封神犬。啲属性真系乱咁嚟嘅，但系唔紧要。我最中意啲综合属性啊，即系睇落都有，睇落好有挑战性咯，只能咁讲。鬼灯咬，其实唔应该咬，应该用地震，因为惊火焰身躯。哇！卡布命令，雷系妖精。哇！使唔使咁大？使唔使咁高啊你？哇！我用木锤都几痛下，我黐线勾我嗰度。地震啦！好到你，企我死啦！企我，水流喷射会用，咬啊！录下咧，够唔够咧 ？Hello，OK， 阿师 ，O D 啊 ，Welcome。佢都系讲翻一样嘅说话，即系同中文版啦。咁中文版嗰啲睇过啊，咁我都唔多谢噶，因为我都唔记得嗰个啲咩。我呢一个嘅呢个道馆嘅 leader， 咁咧我就学习紧呢一个花道啦。我记得嘅，亦都佢头先所讲，佢咧就系呢一个草位嘅精灵啦。咩路啊 ？No idea that you wish to challenge me。好，佢就话估唔到你会挑战我。但系我唔，跟住就话我唔会输的，大概系咁啦。呢啲啊漂浮啊，勇士鹰，哇妖衣，搞掂，哇争啲输大佬，呢个系咩价级？八万吸收，八万吸收叫做超级吸收，系咪咧？应该系叫超级吸收。好，我哋打喺呢个草位道馆，呢个草位道馆都唔算话太难，但系都有一定嘅难度咯。你见佢，我都打得几吃惊，几吃力下。不过好老实讲，而家60咧嘅土台龟，理论上咧就唔会话点样难打嘅，我谂。好，又嚟玩呢个机关。呢只系叫咩咧？唔记得咗叫咩名字？咬啊！甜辣美猴都有喎。Moonstone X Speed 叉 Speed， 哇哇哇！呢度跟住就呢个好，我直接落水。哎呀，下得太快，食屎！低 B 仔，跟住就呢个系边个咧？唔记得咩犬，唔怪记得叫咩犬呢只。哇，好特别呢啲虫真系。哇，呢个咩电击兽再加个法老王嗰个头，那个头套。呢啲咪企鹅仔都敢拎出嚟啊！哇，几靓呢只。好，搞掂。睇先啊，依家我要落多层，好似系嘛？啊，落多层揾锁匙。哇，米神，红唇烈焰，呢只几有图形，但系佢冇技能咯。你见到一嚟挣扎咗，其实佢呢啲系咪未整好嘅？挣扎嘅原因系应该系未整好，我谂大概啦，因为其实整技能唔系话咁简单啦，啊，再加上佢咁多只虫，睇佢个款都冇呢个800只都有700只啦，我谂或者唔止添。咁如果你话逐一全部虫都有技能嘅话，系有少少难度嘅，即系有机会如果全部都有技能嘅话咧，亦即系话。代表有可能咧系另一隻改头换面咁入嚟啦，同埋佢有啲紫色圈圈咧，我谂佢应该系会有更新版。叶衣睇几癫个防御，我咁样咬一下都唔死，有冇可能？你睇呢只都要死，呢、這个就系最白痴。我一打完佢之后咧，哎呀唔小心跌咗条锁匙啊，仲要大大声话俾人听，
嗱呢度就系最唔合理嘅地方咯，成只 game 大概啦。我翻回佢先。好，嗯，俾人打低咗，跟住仲要大大声话：哎呀，唔想跌咗条锁匙添，方死人唔知你输咗咁样，不过都啱嘅。阿板木怪最后都知道，哦，你系衰在唔够人哋强啫，系啦，你可能都中呢个嘅尽忠职守，系好难读个字，突然之间翘口，哇！呢只咁似我细个玩嘅一只嘅网页 game 嘅其中一只角色，阿先呢度我点做啊？而家阿先啊，系咪呢一度啊？死啦！唔记得点玩呢度。先系咪呢度啊？突然唔记得点玩，唔系有个位系要开锁匙咩？佢已经开咗啊！呢度攞锁匙啊，攞咗啦。哦，系咪红色嗰度啊？应该系啩？咁睇嚟我要做嘅应该就喺呢度啊。嗯，真心唔记得。呢度。啊，唔系呢部呢部好似系啦，系咪呢部呢把？冇错，攞埋咗先。系咪要打板木啊？呢度哇，你系仲唔系喷火龙加只火？呢啲应该系车厘龟原型。顶麻痹，点解会中麻痹啊？包子啊，应该系一阵间我用地震震死佢先。有时啲包子技能咧，佢虽然话唔算话太高呢个几率啦，但系都好影响格斗比较超。哇！呢只仲唔系大嘴欧嘅原型嚟啦？嚟啊！板木老大，我呢好似有大师球咯。OK， 哇！板木大嗰个样都几靓，几有型喎，真系几有台型啊，画得佢。OK。去操控呢个世界嘅呢一个非常之重要啊，对我哋嚟讲，我就系呢个板木大佬。嗯，你要感受到呢个世界嘅咩啊？世界嘅草，哇！全部草系，你咪觉得呢啲赢到我啊？太开玩笑啦啩？仲要一堆呢啲咁嘅嘢，嗯，完全唔似板木大人啊，好渣好渣。呢个咩啊？呢个 pot 系咩啊？哦，睇格拉嗰样东西，好，我哋去拍。喂，哇，几有型呢啲，呢啲一睇哇，比加超冇。呢、這个应该系攞半人马沙漠嗰啲咧，系咪沙漠啊？木乃伊嗰啲嚟做原型啦，系啦，半人系咪叫半人马咧？我都唔记得。系咯，我唔太记得嗰啲叫咩名啦。总之就大概系呢一个意思啦，系啦。今集时间嚟到呢度先，我哋下次继续剧情系咁先，拜拜。